正好位于当中，不偏向左也不偏向右，不在上也不在下。当灵性投入身体后，自门关闭了。假如我们不欲明师指开玄关临终时，我们的灵性将无正门可出离身体，它只能由其他旁门出去，眼耳口鼻肚提醒门。如果灵性走旁门，亦由耳而出者，来生当为胎生之动物，如马、猪、牛、羊之类；二由眼而出者，来生当为卵生之动物，如飞鸟之类；三由口而出者，来生当为食生之动物，如鱼虾之类；四由鼻而出者，来生当为化生之动物，如苍蝇、蜜蜂之类；五由肚脐而出者，来生当为禽中之人；六由颈门而出者，来生当为富贵之人。上述之路乃生死轮回之路，不能脱出。屏东县屏东市玉皇宫玉皇上帝岁次壬寅年玉旬君臣会绕境 till 的癸为十三年，屏东玉皇宫绕境活动经十九天圣大登场。这次活动最大亮点就是玉皇上帝乘坐的金辇轿，砸重金八百万元打造，轿身贴满金箔。另外还出动216台车辆，644座神尊陪同，场面相当浩大。景浩庙会景浩绕境第一天，国历2月19日，农历正月19，星期六，屏东市玉皇宫出发。屏东市头前溪镇西宫大周超峰寺、万丹乡嘉兴村嘉里烂凤山寺、上村村上憨太子宫、田厝村清水寺、乡社村下社皮清水寺休息。